台语老师是愈来愈多，相关的权益保障算是进步愈来愈慢。立法委员范云召开记者会，批评教育部有个相关台语老师的相关草案有打压台语老师的嫌疑，应该要修正，呼吁台语老师无细条件的全年薪水才是合理的。为着这项指出，全国各地聘用台语教师的比例，逐当时快速增加。教育部过去长期授权地方政府注定台语教师聘职，严重影响到台语教师的工作权益，连同学生的教育品质也来受害。在监察院纠正以及立法院教文委员会提出完整聘职、同工同报酬的要求下面，教育部修正草案，地方首长也陆续跟进，保障台语教师全年薪的工作权益。原本是觉得很开心，就是有这个权益的大进步，但是我们却在三月开始陆陆续续开始发公文，收到公文的时候就发现有很多县市有非常多不合理的要求。更夸张的是，彰化县市它也是以前面跟台南一样，也有就是交换要件，那它这要求代理教师签署寒暑假到校全时上班，它还明定说你就是8点到5点就是一个全时的工作。那更夸张的是，他跟代理教师说，寒暑假有兼其他的客户，比如说通常可能会有些学校自主开暑辅，他额外跟学生收的钱，然后要代理教师上课，就跟他说，因为你已经领全月薪了，你不能再领终点，他的这些经费都是额外来的，你怎么可以就是要求代理教师上课，然后不给他钱？那多余的终点费去哪里了？原先弥补错误的做法，比教育现场误解做加领薪水、加做代志，真侪间学校甚至是白纸黑字以聘职为条件，进一步起甲代理教师处理包山包海业务，要求他们要辅导学生参加科展，还有参赛教学卓越奖，要他们变成辅导老师哦，关怀追踪中辍学生，辅导学生参与童军活动哦，要他们去整理学校图书馆藏书，突然变图书馆员了，电脑维修师检修学校电脑，资讯设备监制监工哦。你可以发现这个免洗筷哦，已经是短期免洗筷了，还变成包山包海那么的好用哦。刘桂环分强调，教育部草案条文一方面明定代理教师寒暑假要配合学校处理校务，另外一方面，各校方会当单方面终止契约，完全是违背立法院通过无设条件，让教师同工同报酬的意思。有关把代理教师当作是免洗餐具，严重违反劳动权益。最重要是说，这伤害劳权哦，那不止伤害劳权，这跟我们教文委员会我提出来的那个修正动议哦，就是说修正的提案，那所有的教文委员无条件跨党派通过的也不一样哦。代理教师一方面无适应着教师法，也无适应劳基法，长期处置非典型劳动不安定的情形。淡化大学中兴梁副教授以违章的法律关系，形容各类教育现场应该聘用正式人员甲专任教师，煞为着节省经费，找了代理教师的情况，也指出代理教师配合学校寒暑假上班，去排着原本专任教师无的义务，迄就是严重的差别待遇。记者邱柏廷台北采访报道。